我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两款设计，首先呢是这一款，我们看到这是有火箭、有星星、有宇航员，还有一个小星球，然后还有这个星球运行的轨迹，它其实呢是代表了一个每个人心中的小宇宙，它是想告诉我们呢，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空间嘛，然后每个人都会在心里有一个宇宙英雄，然后他会带我们去寻找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，带我们走向光明。